小事。确定呢？真的啊，这拖吊费这没办法，这是必要开销，那就算了，当做停车费而已。喂？那时间也还早，才五点而已。看是要回台北，还是要去什么熊孩星夹娃娃之类的？可以去啊，我觉得 OK。要照一下，有点冷。好啊 ，OK 啊，这边有点冷。我穿给你们，好，拜拜。开太强，人太少了。好，去哪里？等一下，先不要动哦。去哪里？我们先去熊山星好了。我开了大灯呢，靠腰，干！但我刚大灯都开着，还发得动，算我厉害。还好没停多久。刚下车，我居然没关大灯。去哪里？我喘了。哦。熊嗨新乐园。等一下。等一下。你要往台北的话。为什么没连接？动到了。新的吗？下面那个。下面那个。南平店那个。往东北。2.1公里。往后。我往哪里？往后。往东南。往前也可以的。中山北。